然后帮同修给他烧小房子可以吧？帮同修烧小房子，如果这个同修不是生癌症，不是晚期，都没问题。如果是晚期的就不行。啊，没有没有，他就平常烧念小房子，他不会这样子，那个过程中他不会烧，我替他烧。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可以没问题。可以吧，这曹哥可以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嗯，没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